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客家好声音的歌手比赛，总共吸引台南市90位甲意客家歌谣的大小市民朋友报名参加。比赛总共是分作是幼儿、国小、青少年、青壮年等等的组别。以幼儿做比赛，每一位参赛小选手是一边唱一边跳，歌水活泼魔幽，也吸引现场观众的注意。已经举办第五届客家歌唱比赛，八号上午在台南市客家文化馆盛大举行。今年总共有来自不同族群的90位大小市民朋友来报名比赛，其中年纪上届小的歌手者是4岁，年纪上届大的是80岁。今年也邀请到3位专业评审老师来评分，其中王凤珠是知名客家评审老师，也说明评分要点。并且也上台献唱好听的客家歌曲。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永远讲，唱山歌，山歌一听要有嘹亮的声音，韵味要讲，咬字要清楚，含腔作韵呐，哈。个连韵味要用蛮多的讲，长短声、腔韵声，里头，等下来示范本大家弹看呐。不过呢，根本也哈，唱的好，唱唔好，因为爱有感冒哈。还唱唔好的话，大家就爱很忍耐的哦。那天爷是带来爵士风情的山歌，那很平板，山歌传扬好文化。歌唱比赛一开始是由幼儿组来比赛，每一位小朋友跳唱客家歌曲，可爱活泼，吸引着现场的观众的眼光。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表示，希望借由客家歌唱比赛来发展到多元特色的成果，透过歌声的传送，拉近人甲人的距离，也予客家的语言传扬落去。记者陈泽生南区采访报道。